两位高手的对决啊，真的高手过招。对，我们来先听听一下评审老师怎么说好了。好，首先呢，对声音敏感度最高的康康哥，因为他们这个是 B-box， 对我来讲是高难度，我只能说，两个都表演得很好。嗯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大伟啊，上个礼拜的表演比较精彩。其实你的口技啊，是到我已经有一种想象说，你是不是普通人，你有那种外星人的感觉，你要，因为你的那个声音啊，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，然后你今天好像为了接近大家，你把自己的那个好像降低了一点，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大意一点。然后那个对，他今天用的那三台电视出来，我以为他是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后来看完他那三个，就是一个很也没有，好像没有发挥到。因为像以前我有一个演唱会，我请唐崇盛来当特别来宾，他打扮成阿扁，然后他大荧幕是李敖，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对骂，然后那个 timing 要算得很准。我以为你今天是会有这一种的，但是我刚刚看了还蛮失望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两个都表现不是很好。OK， 谢谢。那我想呢，基本上两个人今天都有一点点的小 trouble， 有点失常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分数好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是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大伟的分数是，大伟今天的分数3 5 7 11 15 19 19 20 22 23 24 24，大伟24分。好了，分数也是很高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cho 的分数，3 7 10 11 15 18 20 21 23 24。好，24分，两个人同分。真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嘉燕姐给 Echo 只有4分哦。以前嘉燕姐很喜欢 Echo 的表演。对呀，小帅哥哎。但为什么这次小帅哥只给他4分呢？对呀，因为可能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就像康哥讲的，就是后面那几台会让我们觉得说，哇，今天是要有什么，而且阵仗还蛮大的。嗯。可是效果出来却是啊这样，所以会有一点小失望。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这个，可是我要讲的是，都还是很好看，还是很厉害，只是我们被你们养坏了啊，口味养重，口味变重了。对。那我就看不到口味更重，那怎么办？我还要再加什么？你们还在加什么？好，台哥，他们应该怎么加？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在表演口技的同时，哈，你要兼顾到剧情的合理性，你不可能再去做一个，比方说20年代、3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火车，而且还是烧煤的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已经有高铁了，你最多你只能用台铁，你台铁至少要用到一个举光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举光号的声音应该是怎样？举光！哎，对。所以如果说你在剧情的合理上的安排比较好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剧情的安排就会加了很多的分数，了解，可能你今天就赢了。所以你不能够为了这个事情硬加，你不能为了这个外劳的声音就硬加一个外劳，这个就失去了剧情的合理。而且我觉得既然他已经全副武装是那个战争场面的时候，应该就专注在战争场面。比如说我现在点他手榴弹，迫击炮，步枪，散弹枪，两个人虽然平手了，但是还是很精彩的表演。希望你下次那个调整一下，然后我们指定题目，我们观众都期待你的表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下一位参赛者，欢乐时刻尽情舞动，节奏就在你手中。Amazing！ 真的，连黄小虎老师都说他的声音跟阿妹一模一样。我的妈！哎，有没有吓到？看他们的脸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对啊，紧张，先请他出来好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请欢迎简宇慧。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，让大家认识他的声音。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没有深深的无可自拔。
也因为一张高相似度的明星脸，让他在闯荡演艺圈时始终被冠上小阿妹的称号。今天简宇慧将发挥他那与生俱来的明星魅力来踢馆，那待会表演完可以跟您拍个照留个纪念吗？我的妈，好像哦，哎，侧面一模一样，哎，这边吗？这边，对呀、啊。来来来，平时老师，这个是疯了，平时老师疯了，来来，侧面，那个刘正老师，我刚他这样走出来侧面，我觉得是阿妹，对对，这个痣还蛮像的。然后而且阿妹呢，她会有时候会那个稍微皱一下，皱眉头，皱一下，皱一下，好像啊。PK 谁是我们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所有参赛者最害怕的一件事。对，你是想把谁？我很期待。你要抽吗？还是要指定人？哎，抽好了。好。好的，抽到的是大飞。大飞呀、啊！哎呦呦呦呦！哇！大飞，大飞，来来来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而且大飞，大飞每一次啊，每一次很惊的脸的时候，就很像黄渤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刚才在位置上就啊哈一声，哎，你腿软哦，你是腿软是不是？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很怕他，你知道他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像啊，刚刚在后台我一度以为就是阿妹，对，差点想找他签名，就刚刚就差点想。那你干嘛就一出来就黄渤的脸？他真的太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来看他们这一段的 PK， 首先先来看宇慧的表演，可以，来掌声鼓励。接下来看大飞带的表演。我是哈利的镜，你是谁不重要，不是你很重要，你是评审，对不起。马上带来大家最喜欢的单元歌曲接龙，马上欢迎我们来宾大关主 Stanley 黄立行。我是 Stanley 黄立行。介绍完关主之后，马上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，第一位固定班底黄渤。我今天终于不是变一下出来就变一下回去了吧？第二位大头歌王张宇。大家好啊啊啊啊！我是张宇。是的，马上欢迎第三位特别来宾 Michael Jackson。是的 ，Michael Jackson， 请问买大还是买小？是的，老师帮我买大，不是我今天不是来赌博的。老师，我们唱一下音浪，我们唱一下。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.让他拖悠悠，让这天天撞击地球，来得过头就抱得永久，脑袋一直照着出口，金星里面冒着温泉，地面是飞得越来越远，水晶里面装着音浪，自由穿梭在音之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，越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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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放得自己谢谢
首歌。哎呦！哎呦！拼了拼了！拼了！是不是？真的拼了！好，我们先听一下评审怎么说好了。首先呢，台哥。这个我再次看到大飞啊，精彩的演技。我真讲，真是 fabulous， 了不起。而且我觉得整个的节奏不仅非常的明快，而且笑点不断。这个在整个的这个，比方说一两分钟的一个 talk show 里面是非常难的。所以我觉得大飞今天这个算是上乘之作，恭喜。谢谢。不错。一个搞笑艺人或模仿艺人啊，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代表作，就是那个代表作就会一直流传下去。我相信这一段应该是可以哈，这么快代表作就出来了，有了代表作就可以开始想退休了，启蒙作，刚开始启蒙作。简于慧，你真的表现得很好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这个棚对你来讲有一种魔咒的感觉，对。可是你今天你的表情，你其实真的还蛮到位，对。那我觉得我最欣赏的一点就是他可以。那个声音，他唱的声音，因为我有闭着眼睛在听，对，因为阿妹会有一种很特殊沙哑的那个金属声音，对，你都有。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模仿阿妹的时候，其实就少了那个声音的部分，可是你有，对啊，所以那个声音的那个相似度其实真的99%以上。哎，那美女人妻嘉千姐要不要请她唱一下慢歌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当然，那我们慢歌，因为声音太特殊了，很好听的。谁还记得是谁？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有哎，那个高音的部分一模模一样样哎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啦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刚不是唱这首？对，好了，我们来看分数。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于慧的，对，于慧今天带来的 Amazing 是多少分呢？让我们一起看。5 7 9 10 11 12 13 16 18 19 20 21 21 22 22分。好的，22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飞的分数。大飞今天带来大会串是多少分呢？5 9 10 17 20 24 24 25 25分。哎呀，哇，防卫成功。防卫成功，是的，我过关了。我是哈林于澄庆，你是不玩了。上礼拜差一点就是被淘汰，非常的紧张，所以我回去就做足了一些准备。下礼拜我会继续加油。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达成？什么呢？因为之前阿妹不是 Amazing 有很多很多那个嘉宾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觉得如果他可以跟小哥来一下，我觉得好像费玉清呐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小哥，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最忙的劳工啊。对。哎，你来带道具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阿妹演唱会上的那个帽子，是这个是帽子。我们来当人家演唱会嘉宾，是啊，当然不能空手而来，是吧？要带一点的。有点造型啊，是哦，酋长的意思。特别跟啊力宏借了一下，力宏哥啊。但是那个小哥啊，你那个虽然前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你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可不可以也不要用卫生纸好不好？为什么是用卫生纸撑起来的？啊，因为我们在演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时候，哎是头容易流汗。哦，洗行，很多环节。好了，那要唱什么歌呢？Bad Boy 小哥可以吗？小哥唱 Bad Boy 哦，很怪怪，好想听。我们来看有多坏好不好？更精彩主。却是你。